业喜剧王第四季王者归来，喜剧人保驾护航。我不但丑而且还傻，都说我长得像灭霸。回来就管你儿子叫大哥。你怎么拿他当老伴啊？他自己买的车凭什么让我加油？跨界人燃爆全场，我不聊你们了。你是不是憋着什么话？瞒着你又能怎么着？缺觉，缺觉。再次升级，快乐升级，幸福感升级。7月13日起，每周六21:05，北京卫视《跨界喜剧王》重磅来袭。